在第一排的几乎都是男性，除了我们看到柯妈妈、柯妹妹，或许还有赖香伶之外，这边都是男性，女性呢被迫蹲在他前面。你瞎瞎瞎瞎 ！You can see me, you can see me， 范云 ，You can see me， 赖品妤 ，You can see me。原来不止赖清德一个人讨厌女性，有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民进党都讨厌女性、仇视女性、贬低女性。那你还在做什么？